这样，你绑太紧了吧？忍耐一下。 代替所有被你欺负过的女生吃饭。我怎么做这种梦？哎，我洗好了，换你。 小倩。 你都可以搞得定啦，至少我不是。马倩。
生不在，小陈，你过去看一下。收到，收到，马上上去。不承认，真是。哎，那今天你在客厅跟我阿妈说的那些，当然是假的啊，不然你怎么骗过你阿妈？该不会以为是真的吧？拜托一下哦，你都跟我说要演戏了耶，你到底傻呢？怎么可能？走啦！变漂亮又怎么样？我认识漂亮的女生啊，有一海票。很多事情还是留在记忆里就好了。项圈系上绳子，让他牵在路上当狗遛。你怎么了？你生气了？
对，我生气了。夏姐，你不要忘记哦，我们只是假扮男女朋友，你不要想趁机占我便宜，我不是那种随便女生。哎，听我说完好不好？听好，我没有把你当成随便的女生。难道你要跟我说，你是真心喜欢我，想认真跟我交往？你笑什么？你也太天真了吧！居然会相信世界上有所谓的真爱？我告诉你，王子跟公主过的幸福快乐的日子。是发生在童话故事里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真心相爱只是自欺欺人的屁话罢了。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世界上永恒不变的真爱。当年我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曾经深爱过一个女孩。我们住在一起，虽然是穷学生，日子却充满了幸福与甜蜜。那一天是我们认识满一周年的日子，我买了一瓶红酒跟她最爱吃的点心，我想给她一个惊喜，但她跟那个英国人在床上的那一幕彻底粉碎了我那天真可笑的爱情观。你今天不是要去打工吗？曾经相信过爱情，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终于醒悟了，你以为你深爱一个人，甚至愿意为他而死，这只不过显露出你有多幼稚。去他妈的爱情！所以，从那一天起，我下河节决定要为自己而活。世上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我的付出。怪我自己，是我太傻才会让自己受伤的。但你不能因为自己，因为自己受过伤，就以偏概全认定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爱吧？所谓的真爱就是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我告诉你，爱情就像暖暖包一样，热情只存在一开始，然后就会越来越冷，越来越冷。直到最后丢进垃圾桶为止。P.S. 想要维持爱情的热度，唯一不变的办法就是不断的谈恋爱，不断的换暖暖包。所谓的真心啊，就是暖暖包的外包装，一撕开以后就不存在了，懂吗？我很开心你跟我分享你的心情，我也可以体会你的心情。但是，我可以当你的朋友，但不想当你的暖暖包。我知道你喝多了，刚刚的事我不会放在心上，但请你以后不要这样。我是喝多了，不好意思哦。你说的对，我们只是假扮男女朋友嘛，我不应该趁机占你便宜的。不好意思，以后不会了 ，sorry。你早点休息，晚安。
幼稚园是要等到200年以后才开吗？我才刚刚开始开而已啊，饭不多，要不要动我东西好不好？嘿嘿，没那么小气吧？书也不能看啊。看书可以，但不能在这里看啊！这是我的床哎。那不然我要睡哪？打地铺啊。哼，我才不要嘞！地铺你自己打，我要睡床上。喂，这是我的床，你怎么可以这样？下来！我，马小倩，我从台北下来救你，知恩图报这4个字你会不会写啊？好了啦，啊，一人一半。什么？一人一半？我是女生哎。哎，大家自己哥们怕什么？我又不会对你怎样。来吧。来你个头啊！拿过来。哎。把明明拿走干什么？干什么？拜托一下哦，大哥，床都给你睡嘞，我把明明拿走，这很公平吧？小倩啦，小倩嘞，小倩啦。给你们用嘛，谢谢阿妈。吓死人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应该不会吧。
借过了。你干嘛？别人的床我睡不习惯。我会认床。反正啊，好人做到底，明天就要回去了。晚安。睡了，睡了，但就一直被打蚊子的声音吵醒。呵呵，那真是不好意思哦，我又帮你多打死几只，帮你报这个仇的。你要不要上来睡啊？你要睡地上？没有，我也睡床上啊。哎，你不要想歪哦，就是自己一个人门嘛。你跟那个阿曼达现在怎么样？还不错啊。不错是怎样啊？什么意思？有没有把握追到啊？哼哼，你放心，我已经追到阿曼达了，因为我不想被你牵在路上当狗遛。是吗？我还在想要买什么样的狗链，很打你的名牌西装。那些钱你还是留着吧，因为等我追到阿曼达。那些钱用来请我吃饭，好吗？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得最惨。那地方，那地方，现在我们回忆很长。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至少还像朋友一样，你远远。
心其实更长。啊，我就是啊，伊阮囝啦，嘿啦，嘿啦，哎，恁这里做顾问的这个保全嘛，足奇怪呢。啊，我给你解释那么多，啊，你还佫听无？啊，你这样人口都给他得罪光了，你知不知？嘿呢。好啦，开门啦。开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派头，休息一下哦。我切。你们知道跟妹要电话最怕听到什么吗？不知道。不知道哎。就是。把你的号码给我，我打给你。这句话的背后意思就是他跑了，所以听到这句话就应该放弃喽。错，哪位有手机可以借我一下的？我好。这时候呢，应该体贴的拿起对方的电话，然后输入自己的电话。按下通话键，这时候就有他的电话号码了。谢谢。哎，不好意思啊，就让你等一下。不好意思啊，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是。给我。马上请阿妈来了。哎，给我号码。我们矮一点，你有事我请示一下。说得很好。拍子我才要问你为什么在这里嘞？啊，那个生日他邀请我来的。哎，啊，夏夏侯姐嘞？他有没有来？我没看到哎，应该没有来吧？啊？啊，嘿啦，阿布啊，啊我嘛觉得吼哦，夏侯姐吼应该是没有来啦，阿伯你给他想想看吼，啊小倩人在家。啊，他又过来这边去追别人，哎，阿你嘛伤寒的哦。阿妈，嗨，你哪里来啊？啊，说不知道有一个人呐，啊，打电话给阿妈啊，啊哦，说哦他是小倩的朋友啦，啊，打电话说哦那个夏和姐哦，人在家咧劈腿呢，啊对对对，讲咧劈的什么阿妈大哦，哎，所以啊，我们当然要来找找看啊，夏和姐人呢。无啦，伊无来，没有，真正无来，没有，没有。家在伊无来，伊若有来哦，恁爸哦，绝对个毙命啦。他就阿妈，好了啦，你们要不要先回去啊？他真的不在这啦。阿丹，你现在紧张什么？啊，既然我们来的，啊，坐一下会熟啊。对呀。不是啦，是，因为你们也不认识阿曼达，这样突然跑来，真的也很怪嘛。嘿，阿丽娜讲这样啊，啊，我们不认识，啊，你认识就好了。你帮我介绍一下，我跟他拍一张相片呐。大舅，这样怪怪的啦。你们在干什么？没有啊，没有干什么。就做引导。小倩老师，小倩老师，我跟你讲哦，那个。我跟小倩老师讲话。哎，袁小倩，等一下，袁长，我帮你介绍一下啦。我阿妈、大舅跟舅妈。阿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那个小倩老师哦，幼稚园上班那个，幼稚园的园长，就是你上次有说我表演很精彩的那个，我本尊。你好，你好啊。你好，哎，我跟你讲阿妈，这个 party 你来太晚了，很可惜。刚才夏和姐。表演自弹自唱啊！
没有啦，没关系，我有录影可以给阿妈看啊。他没有。小娟老师，冷静。不是夏姐没有来啊，我有录影啊。什么？可以借我看一下吗？当然，我就录给人家看的啊。来来来来，不是，不是，卖脑了，卖脑了。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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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狐狸，你干嘛？哎 ，Love song。阿妈，你敢讲白菜？这个事情哦，我等一下再跟你算账。找人。好。就鬼。大舅，大舅，阿妈。小倩老师，你讲白菜是？你哦。我。真的让我火冒三丈哎！我可都把自己埋起来了。阿妈，阿妈。玛丽老师。阿妈。我是园长哟，你这样子我。哎，阿妈。不好意思，阿妈。阿妈，走人啦！哎呀。待会我去把他们引开，然后你赶快离开啊！我干嘛躲他们？我有做错什么事吗？马小倩她阿妈忽然出现，一定是来堵你嘛！阿妈她已经走了，在这里不要了。阿妈你不要这样啊！阿妈走了啦！哎呀，不要了，阿妈！阿妈，阿妈不要走了啦！她已经走了啦！你别跟我讲啦，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给她问清楚啦！妈妈好想你哦，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谢谢。我看你画什么？这是我们去动物园，这是大象，这是长颈鹿，是鳄鳄的鳄鱼，这是小白兔。哇，宝贝，你画的好棒哦，你以后常常可以当小画家哎。那这个嘞，这是什么？小姐姐，你到了。是我们去海边玩。哦，你去海边玩啊？这是我。
多咯。那这是谁？你呀，妈咪。这个是船，还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捕鱼哦。这是海豚，它在游泳。宝贝，我们今天看的差不多了，改天我们再慢慢一起看好不好？因为你知道妈妈外面有好多朋友，妈妈出去陪他们啊，好不好？你乖。人家画了很久，你都不要看。我有看啊，我们刚刚不是在看吗？我还看到我们去动物园，我们去海边啊。宝贝乖啦，好不好？我就不要乖，平常都不能叫你妈咪，你生日我都不能叫你妈咪，别人就可以说妈咪生日快乐。妈妈，我不想跟干妈住，她每天都会凶，我搬来跟你住好不好？想要跟你住，你等妈妈一下。谁？是妈咪的心肝宝贝，赶快出去玩。等一下，我跟叔叔聊完天，出去找你，好不好？老大，你不用跟别人说哦，就拜托你了。现在是怎样啊？贷款有那么难吗？我拿房子抵押还不行吗？夏先生，金融海啸以后啊，银行放款它都比较保守，一般来说，贷款的成数不会超过。好了，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了，你直接告诉我可以贷多少。500万。好，500就500，你直接帮我贷吧。可以管一下吧。哦，夏可欣，你不要再喝，拿来，放手。马的马小倩，你看你喝着。还我啦！我看你，还我啦！马小倩，还我啦！干嘛啦，马小倩？马小倩，你要干嘛啦？我请还我啊，马小倩。Thank you.
什么哎，干嘛一定要招惹他啦？他这个人哦，很疯的，我有见识过哦。你不要以为他说什么要封杀你是骗你的，他真的会做哎。上次阿曼达生日那个事情，我不敢跟你讲，我阿妈会来哦，都是他去通知的。我想也知道是他，好不好？你知道？那你还惹他，还惹他，还惹他？很痛哎！你都不怕死还怕痛啊？你给我擦什么？盐巴啦。还来你？忍一下。我跟你讲哦，怎样？我觉得那个孟承恩之前是针对我没错，但这几次我觉得，觉得怎样？我觉得他的目的是你。我？怎么会？他是要买幼稚园啦。他如果要买幼稚园，直接跟园长买就好了，干嘛拐弯抹角这样当助理？就是太单纯，所以不知道男人对你打什么算盘。你是说他想？对，没错。怎么可能？相信我好不好？从我看他看你的眼神，我知道那家伙肯定有问题，知道吗？所以你在吃醋啊？之前跟我呛呛要追阿曼达，我担心他只是利用你跟阿曼达是朋友的关系。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所以是你们都要追阿曼达，所以我只是你们这游戏的一环，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啊，妈。
世界太复杂，你说单纯很难，我当然都明白。可是呀，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的最惨。我知道你也不能带我回到那个地方。你说你现在很好，而且喜欢回忆很长。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是，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都很幸福，我有好多爱我的家人。现在碰到一个我好喜欢、好喜欢的人，可是我从小到大的缺点也都没变，就是喜欢做着不切实际的梦。我30岁，我不会不知道光是跳跳才吃不出一间幼稚园，就像我不会不知道你不应该属于我。就算我明明想靠近你，明明想一想，的心脏都要爆炸了。我傻才会让自己喜欢你。幼稚园，夏荷姐，不是我的梦想，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会回万寿村，过我踏踏实实的平凡的人生。所以，我要的人生计划里面没有你。欺负我都是为我好啊，那你干嘛在我便当里面塞青蛙，还有在我生日蛋糕里面放大文号？为什么？有时候是想吸引你注意吧，有时候是想看你生气的样子，因为我觉得你生气的样子蛮可爱的。干嘛？有蟑螂啊！哪里啊？怎么可能啊？在哪？我不知道，你一找一下，你赶快把它抓走啦！你看都。你啦，小时候干嘛在我脸上放蟑螂？我现在超怕他的。哎，等一下，你干嘛？哦，痛啊！你干嘛啦？啊，搞定了。啊！小心！我帮你打蟑螂哎。
我来帮你啊。来，我这一点。他们以为你要偷鱼，就用电击棒点了。哎，怎么万寿村人这样啊？这小刀也不能用私刑吧？是你先擅闯私人土地的，而且你要捡这个东西，干嘛不直接说？偷偷摸摸，枉费电魂也活该，好不好？你当我傻了？我还没开口，就先被他们扁一顿，然后丢进水里喂鱼了吧？对我印象那么差。怎么了？好痛哦，我的背。我看一下了，你先趴着，趴着趴着。哦。小心点。啊！哦。痛痛啊！当然痛啊！我现在全身都痛的，好不好？都扔掉了，干嘛还捡回来啦？马蹄子扔得掉，就是
么会扔不掉？妈，这是你的回忆，我帮你捡回来了，以后不要再掉了。抱歉，你在学会讲话吗？一点都不像。你要把它收好哦，你就要去英国了。这个幸运物会带给你好运，好。送你，这本就是给你的，现在是物归原主。希望马蹄铁可以带给你好运，我也希望你可以幸福快乐，这是我最大的愿望。虽然我知道你的幸福不会是我给的，但我还是祝福你。先走了，大妹。虽然哦，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哦，就跑到渔翁去哦，你是不对啦。不过我们也没有问清楚，也没有看清楚，就给你垫下去，我嘛是唔对啦。所以呢，那要走哦，伊就一五干就再走啦。这是小倩啦。稍等下吼，甲带去迄个阿良师遐。时间我给他约好了，给他看一看哦，看电池的完全无，吼。谢谢阿妈。还记得这里吗？车上怎么那么不开心呢？没有啊。哪没有啊？下巴都凸出来了，是这样。好像你小舅。你比较像我小舅吧？对嘛，这样才是我认识的马小倩啊。我只是舍不得阿妈，舍不得幼稚园，舍不得玛丽。那你有舍不得我吗？好了，开玩笑的。其实我觉得人生每分每秒都要做选择吧，选择吹风还是淋雨，选择离开还是留下来，选择向左走就看不到右边的风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能到目的地就好。2010年7月18号下午4点27分，我跟马小倩在这里共享这个片刻，而这一刻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只能认真的活在当下，做每个当下最好的决定。如果那时候一开始我就告诉你我是钢牙妹，那我们
的情况会不一样吗？我不知道哎，我只知道我喜欢的是现在的马小倩。快吃吧。我以为你抛下我一个人走。你傻了，我怎么让你一个人呢？可是你要去英国了。那是因为有人不要我了。我又没有不要你，我只是很害怕拥有以后又失去的感觉，那时候才想说宁愿都不要拥有。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分开吧，但那会是在40年或50年以后。如果我先走，请你不要难过，因为我向你保证，我会继续在天上守护你。但如果你先走的话，我向你保证，我也不会伤心，因为我很快就要去天上看你的。这样讲，因为马小倩拒绝我的求婚，我知道她爱的是你，所以我特别设局逼她面对。这钱让你欠着，如果未来让我知道你辜负她的话，我加倍还你。你的钥匙，车在山下。因为我舍不得离开天使游纪元，所以我决定留下来继续辅佐东尼。那这次刑期多久啊？每一个动作都被下载，他们说你是个不能容忍的存在。你想要的很简单，不过就是最普通的平凡。诚实做自己有时候很难，但请你勇敢的。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是我设计的，全世界只有一个。马蹄铁做成项链，以后你想丢也丢不掉。没人能代替的我，无论他们有错什么，小动作无法打败我，我知道自己是最美丽的。The most beautiful。还有一个点。会不会上帝把你的灵魂放错了身体？会不会是故意整理，不是不小心？会不会你常常都觉得力不从心？会不会坚持要做自己太危险？什么难道比较特别就是不对？比什么写下了注解在认识之前？比什么只不过想认真的活一遍？比什么随便就把人顶嘴？朋友都说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真实做自己有时候很难，但请你勇敢的试一次看看。无论他们有说什么，谁言语无法伤害我，世界上